再靠近一点点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，我就跟你走，你还等什么？时间已。桌结账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八号桌话是1380。是你啊？我这落单。你换工作了呀？哎，那个，听说你要结婚了是吗？哎，如果当初不是因为穷，新郎就应该是我了吧？现在。我是说你穷。滚！别笑。哈尼啊，强的强的哈尼呀！大爷，干活呢。哎，我今天把草除除，闲着没有事儿。闺女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没有事儿，溜达溜达。大爷，我看你这电动车怎么远这么办？你这把房子的，你说这现在小偷多，这些偷是怎么办的？我就在跟前干活，谁也偷不走，没有事儿。大爷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呀！现在这小偷手段高明的要命，他先假装过来给你装树叶套近乎。啊，还能是这样吗？还有这样人吗？是吗，大爷？他先假装过来跟你装熟人，然后小点往这车座上一坐，往前一去，这小月子一开，然后你有人说去，等着你走啊！哎，姑娘，我知道了，你回来，姑娘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美女，给我来头蒜呗。哎，好嘞。吃面没有蒜，味道减一半啊。啊，就四个。啊，够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那个，你再给我来碗牛肉面。啊，好吧，来碗面。哎，不要牛肉，不要面啊！不要牛肉，不要面，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。老头儿，你醒醒啊，老头儿！俺爸怎么样？哎呀，老爸这一次比上次都严重了。不是，这怎么了？大夫咋说吗？哎呀，大夫还是学呀，叫咱也多跟老头俩多沟通，叫他听听苏西的心，估计就能醒过来呀。哎呀，爸，你快醒醒
老头儿、啊，你再去找老太太跳广场舞，我也不管你啊，老头儿，快点醒了吧、啊，老头儿。等等，我先跑两盆儿，喝一杯。呀，老弟又来了。郝大姐，上班啊。呀。好的，谢谢啊，这半年了，多亏了你每天给我这十块钱，才能解决我的温饱，这太感谢了，郝大姐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别在姐的店门口蹲着了，姐也不能给你十块钱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呀？这是不是？你看姐这么大岁数，你说那我上个店也怪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三十好几，连个对象都没有，家里面催的也急，我不得攒点钱？不是这样了，姐，你这就过分了啊！你不能拿养我的钱去养别的男人啊！你这。你怎么说话？不是我能怎么办啊，老弟、啊？你这样，好，先介绍一下自己啊，一号男嘉宾，来，你进来。你好，我叫麻辣。二号，你好，美女，我叫德子。姐，看中哪一个呀、啊嗯？啊，相中哪一个？姐，姐。我觉得都挺好。哎，你们过分了啊！你只能来一个，你快来，选一个，哪一个？来，二号啊，二号啊，看中了啊。你过去，快，来，姐，那个从今以后啊，他就是你老公了，我们俩回家好好过日子啊。那个钱也不用攒了，嫁妆也不用攒了啊。但是有一点，每天必须按时按点的，还给我来扔十块钱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个钱是钱，事是事啊。走吧，走吧，媳妇，走，咱回家。走啊，还愣着干啥？快，老板还有烧肉吗？那个猪大肠给我来一个来。呀，前女友啊，这不是？这怎么着？这个分手了这两年，我看你混的也不咋地呀、啊，饭都吃不上了。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能喝杯奶茶，你这喝的什么呀？这是，呀还花生米。哎，你说你现在你特别的跟我分手，你这花生不错，还巧克力味儿。嗯。老板，那个拿盒红酱，红酱，我知道那个，上次开会的时候说了，哎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具体决定的话得等下个周，好，行，行，好，行，无所谓啊，这样。好，行。那边暂时还没有消息，你有消息了我告诉你，行吗？好。我也不清楚，具体的话我也得去问。行。可以，行，等着下次他来的话，那个我再跟他说，好吧。好，行，那个就先这样说着吧，好吧，等着下一次那个咱见面再具体再聊啊。好，行，好。哥，刷卡。什么呀？刷什么？那个烟钱是不是？9800。什么9800？这些，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你拆的。我拆的。嗯。嗯。